禮拜日 Forum 第二集的如是我聞，今天次官不同了樣，後生了，變了名字，就變了蕭小滔，我們的蕭公子。唉，等著腳先啊，隔離譚博依然都是譚博，冇變，冇變到，冇肥到，冇瘦到。我咧就大家好滿，因為一個禮拜見到我四晚，又係我，唔好意思，嚟緊會安排多啲腳嘅。大家好想見到你多啲喎。其實真係唔係咧，我好傷害大家嘅。你仲有寶貝仔喺度揭緊書喎，睇到佢。寶貝仔啊，大家見唔見到？揭緊書喺度，你自己喺度揭緊書。同埋而家幫我哋推緊麥嘅嗰位係我嘅貓女咁樣，係啦。咁咧，推咪妹妹，麻煩你幫我哋咧，將嗰個而家個 live share 翻去如是我聞個 page， 麻煩你。係啦，首先我哋今日咧最尾個正題咧，咁咧之前咧，首先講幾句唔拉更嘅嘢先。係。第一就係咧，同譚博啦，同埋次官 slash 蕭公子做節目咧，係一件好金嘅事嚟嘅。因為點解咧？就係、是、除非你係未出世就已經睇好多書。如果唔係咧，你根本係唔會可能咧有時間同佢哋一齊做到節目，因為啲時間係用曬睇書。咁咧，所以咧，我今集我決定講少啲嘢。梗係唔係啦？女王屋企啲書，大家睇睇個鏡裏嘅導演大佬，成日先示範啦，冷靜啦，嗱呢度有書啦，冇錯啦，嗱女王介紹嘅，過去啲書啦，搞清楚。你應該做個中文版啦，喂冷靜，喂簡體字冇攞出嚟，搞俾人屌啊真係。梗係唔會啦。新加坡都簡體字㗎，反正仲有伊斯蘭教啦。嗱，今日我哋講伊斯蘭教。係啦，我哋今日係講伊斯蘭教 slash 伊斯蘭國。但係譚博最有興趣講嘅係72個處女。伊斯蘭天堂，即係各種唔同宗教嘅天堂，你咪比較都有啊。係啦，佢就話你頭先嗰句係咩話？你最中意嘅。我本來從細咧就天主教徒，咁比較向往天主教個天堂嘅。不過後來睇完《古蘭經》。看完穆斯林即係回教徒的天堂咧，我發覺我更中意有啲動搖，哇！真係有啲動搖，真係，尤其是有七十二個處女嘅傳說。七十二個處女點嗱？你知唔知我不嬲同我啲 friend 笑嘅，即係我就話：挑我點會七十二個處女啫？即係伊斯蘭話題，一入就講處女。係啦，我話大佬啊，七十二個處女喎，我梗係七十二個妓女啦，係咪先？功夫好啲啊嘛，同埋喂，你上咗上邊咧，都唔會有性病噶啦。有住腳㗎，個七十二個咧，係經常會回復處女身㗎，好攞命㗎。同埋佢永遠緊緻㗎，好攞命㗎。係啊，即係阿小 S 講咧，我哋美美顯賤咁樣嗰啲嚟㗎。OK， 咁呢個。留翻陣間好 juicy， 我想話咧，我睇到啲 notes 嘅時候咧，即係彈幅好好嘅，即係咧佢 send 咗嗰啲幾百頁嘅 notes 咧，睇到眼突嘅。咁咧再講一次，阿姐其實有四份工嘅 ，OK？ 阿姐咧連瞓覺都唔得閒，做瑜伽。頭先譚博個咪前就問我：，喂，你係咪日日都做瑜伽？我話我幻想自己係早五晚都做緊嘅，其實係啦，最好係一日做五次，但係現實生活裏面五個禮拜都做唔到一次。即係幻想咗當做咗咪得咯？唉，真係好撚灰。OK， 不過我覺得禪定即係，但做個禪應該每晚都做到。瞓覺當咗係咪？唔係瞓咗當做咗啦，瞓咗當做咗咯。咁咧喺我哋未進入呢個處女嘅話題，同埋點解譚博咁想去到呢個伊斯蘭國？係啦，嘅伊斯蘭。唔係因為咧，上個禮拜咧，我哋節目好多人點擊之後咧，就好多人提咗意見，要改善，要建議題目。係咁我哋第一個，咁我哋講咗呢個天主教同基督教嘅，即係我哋基督信仰嘅。其實有關於啲論啊，啲婚姻啊，咪即係哥哥可以娶個同父異母個妹妹啊，老豆可以喐個老豆啊，係冇錯，即係同埋冇事啊，神又覺得冇問題啊，冇問題咁諗咪諗啦，淨係講啲咁有啲人就認為我哋係偏見咁攻擊基督教咁，冇都攻擊過其實。真係有人咁諗，有人咁講，好過係咩都有咩。咁而家我哋為咗平等意見咧，就講一講。而其實咧，有關天堂嘅描述咧，有好多唔同玩法嘅，各種宗教都有啦。係，首先我要講咧，就係咧，我哋其實咧開波咧嗰個話題咧，受把啦，譚博你揀噶嘛，係啱啱。咁我於是出嚟認咗佢啦。我先諗到嗱，咁去天堂嘅有途徑㗎，咁途徑最簡單嘅就打聖戰啦，梗係。咁呢個聖戰梗係神聖，聖戰啦，係啦，伊斯蘭噶。咁聖戰，咁聖戰梗係有班聖戰士噶啦。係，咁聖戰叫做自哈，咁聖戰士叫穆扎哈丁。嗯，咁聖戰士有個殉教噶嘛，叫沙希噶嘛。殉教之後咧，就去升天堂啦。咁升天堂係點樣嘅咧？快速通道嚟㗎。係啦，呢個最快速嘅通道。
結果發覺呢個通道上到上面，哇！好玩過啲信耶穌喎，真係真係，唔單止嗱，頭先講個流奶流物啦，啊，仲有冇咩天災疾病啦，又仲有最緊要係呢句嘢，八萬條僆啊，八萬個奴隸，任你點，一個幫你剪。專門剪呢個右手拇指的指甲，你可以有十個奴隸幫你剪十隻手的指甲。不過更吸引我哋唔係奴，不過更吸引我哋唔係奴隸啦。即係佢上面冇呢個土地供應不足，亦都冇呢個人手短缺，係啦，仲要係無限嘅一個處女供應。係有唔係無限？72。喂，但係佢會變啊嘛，大佬啊，係啊，係咪先？佢每次都會重新生長，使他們重新為處女啊嘛。係。咁但係問題，我哋嘅諗法係咁嘅。佢原文咧就叫 Holis 就眾數嚟嘅，係只係一個皮膚白白嘅，隻眼好靚嘅妻子，深邃嘅眼睛，同埋咧好似白葡萄一般嘅皮膚。咁有乜白葡萄咪識青 B B？ 其實都唔好靚張。咁唔理佢哋，反正你同佢你做咗幾多次愛之後咧，佢每次都重新生長，重新變成處女嘅。嗱，大家係啦 ，reboot。但係咧，我要強調咧，今次咧就冇得插我哋啦，因為點解咧？個條題咧係你點嘅 ，OK， 係啦，第一集咧就係佢嚇，第一集係佢點嘅，第二集咧咁就是信眾要求嘅，冇錯。咁我哋發覺呢個題目咧，可能大家更吸引啲咯。喂，拉遠少少，信眾要求依家嘢咧係好頭痕嘅，知唔知點解？因為咧，當你有 YouTube 嘅時候咧，啲人就話要 MP3。咁咧有 Facebook Live 咧又唔能夠，其實咧對我哋嚟講咧，如果自私的我哋嘅話咧，最好就所有嘢淨係喺一個 platform。係咪？因為你集中曬所有嘅火力，大家見到嘅就淨係所有嘅 view 啊。因為點解咧？咁阿次官啊出咗個 post， 你唔知邊個出嘅啲 post 係點解咧？得我哋 admin 見到嘅啫嘛。咁次官就出咗個 post 咧，就多謝大家嘅。其實因為好客氣啊嘛，次官嗰人就話：哎呀，我哋咧咩有幾多個 view 啊，剩啊剩啊嗰啲啦，洞察報告啊。咁咧就有人咧就喺某一條 YouTube 片度咧就留言就邊有過萬 view 啊咁樣。嚇！係。咁呢個時候係啦，我又答翻你啦，啱嘅，你係啱嘅，因為你淨係睇 YouTube 係冇嘅，冇錯嘅。但係咧，因為我哋係 admin 嘛，係咪？咁 admin 嘅我哋咧係見到咧 Facebook 咧嗰度咧都已經唔止㗎啦。上一集你細估唔到，我哋係有接近萬六。預兆我問，即係 I mean 以一個新嘅網台喺冇紅口資金做大量嘅廣告，其實應該好窮我哋。唔係，點唔係好窮，係冇錢啊！因為你直接係冇錢，係負值，係啦 ，OK， 係負嘅。係你以為有大金主沒有？沒有啊 ，OK， 這是我家 ，OK。琴晚我哋開麥之前咧，仲要咧係掃個班客人走，因為我有班客嚟食飯，即係呢個師傅。嗰啲係真係金主啊！係啊，嗰啲係我嘅生活嘅金主 ，OK， 我買衫嘅金主係啦，我搽面敷 mask 嘅金主，但就關個台唔關事嘅。咁咧就哎呀，對唔住啊，順便問聲，哎呀，唔好意思，我哋十點半要走啦，因為點解我哋要開麥？跟住咧，佢哋就話：咦，開麥你開咩麥啊？咁樣。我話啊、哦，我哋咧啊，觀眾現場直播啦，陣間啊，次官啦，同埋探長，啊，次官咁樣就咁嘅聲咯。佢就話啊，我聽咗好多年廣東廣西噶啦，咁樣跟住又講西藏嗰集，所以嚟緊咧會有一集咧，我哋係會講藏傳佛教，係幾好。OK， 好啦，跟住講翻處理本事，呢個公平處理又講咗呢個耶教，而家就講呢個伊斯蘭，咁啊下個禮拜就講佛教啦，好玩好玩好玩，好唔好？佛教係伊斯蘭啲，咁。伊斯蘭咩話題先？咁其實伊斯蘭呢樣嘢咧，我覺得幾好玩咩咧？佢係將一啲住喺沙漠裏面好窮嗰啲，譬如多元，我哋叫貝陀因人啊，人嗰啲，即係對嗰種有流水啊，有即係美女啊，即係嗰種向往，係有啲植物好靚嗰啲向往咧。特別佢好中意啲噴泉啲嘢咧。咁佢哋啲向往係綠洲，寫曬《古蘭經》裏邊嘅喎。即係佢哋心目中個天堂就綠洲嚟㗎嘛。係啊，係個 oasis 嚟㗎，有水㗎。係，即係你睇到，即係佢呢種玩法咧，係同我哋一般人，我哋嗰老婆，我哋中國人嗰老，即係江南風光啊，即係田園，即係成日見慣啲人嘅諗法唔同咯。嗯，啱啊。即係咁，仲有《古蘭經》咧，你遇到咧，佢呢個經文咧，其實就分兩大部分嘅。嗯，一部分咧就重複翻。一啲就係我哋叫做咩就係、是、阿拉真主喺以前同、或者係對其他人嘅一啲宣示，咁、所以裏面好多部分你一睇咧就抄翻猶太教，
就摩西五經嘅。這個都有段故事的，因為女王建議大家看那本書，也講這件事，就是這本，就是這本來源如何的呢，就是，其實真的就是這個伊斯蘭，就是起家的時候，有很多東西跟這個猶太那邊 是重複了的，大家都是閃族，固然這個生活環境不同，因為大家都是阿伯拉罕的，阿伯拉罕的後裔，這個也是根據他的歷史都是真的，阿拉伯人呢就是大仔下甲的妾侍的兒子，他叫伊布拉，叫伊布拉錢的伊布拉欣，冇錯，咁個細仔先係猶太人，係啦，叫 Isaac 啊，叫伊撒。簡單啲講咧，就係其實咧，伊斯蘭教咧同耶教咧本身咧係兩兄弟嚟嘅，係冇錯，係一個大佬一個細佬，係啦，其實係一表兩支啊嘛，嗰啲叫做。可以咁講，但係個分歧開始咗喺邊一度咧？就如果你睇佢大七世紀嘅時候起家嗰陣嘢，其實跟猶太就有一個很相似的背景的，其實就是他將貝都因人那些歷史遺傳下來的東西就形成了一個律法先的，沒錯，先有律法過癮，先有一個社會規範，先有一個社會價值的判斷，已經形成了之後呢，才再由這個無可默德就發揚光大，以一個先知的身份宣教開始形成這個，所以《古蘭經》第二部分就是有關穆罕默德個人的言行，沒錯，好像分了成20年不停慢慢講出來，由徒弟輯錄就成書就成《古蘭經》的。我一講這段就會被人罵的，因為為什麼呢，其實呢穆罕默德咧，即係佢哋嘅最大嘅先知咧，即係佢哋嘅教主咧，其實咧就好似白龍王咁嘅，因為點解咧？頭嗰四十年咧，其實佢都冇乜嘢做。頭嗰四十年咧，佢都係一個落難嘅叫做貴族啦嚇，叫做係冇錯，係啦，因為佢阿爸咧就其實咧係個名叫做阿卜杜勒，嗱呢個名係咪好熟咧？就係之前法國對唔住，唔好意思，巴黎恐襲咧嘅呢個，因為超公子喺巴黎讀書。阿卜杜勒薩拉姆係啦，佢阿爸咧就係都係叫阿卜杜勒嘅，咁咧佢哋係即係所謂嘅落難貴族啦。你發覺往往咧 ，OK 啲歷史偉人咧都係嘅嚇 ，OK 依一個元朝個開國嘅鐵木真咧，亦都係咧老豆俾人毒死，冇錯，亦都係落難嘅一個黃金貴族一樣啊。咁咧佢就係咁樣，但係咧佢四十年前咧，即係頭嗰四十年都戇居居咁樣，舊律師啊，有錢老婆，冇錯，廿幾歲搞掂咗㗎啦，係，但係咧戇居㗎，我明啊，但係咧佢好叻仔地咧，廿五歲娶咗個四十幾歲嘅有錢女人，叫Hatice。係啦，跟住咧就點解突然之間又會話，哎呀，我媽陀我嘅時候咧，其實已經聽到天使話咧，你個仔將會成為一個先知，偉大嘅先知，同埋一個偉大嘅民族領袖咁樣樣。啊，記住喎，依啲咧唔係一早預先知道嘅，係當佢成為偉人之後咧就發生㗎啦。係人編出嚟嘅。大家唔好咁諗啦，咁樣咁咧，其實咧點解話白龍王都係咁嘅喎？白龍王頭嗰四十年都喺度整緊電器嘅喎，佢突然之間有一日，叮咁樣樣咧就開咗竅啦。其實唔係開竅啊，其實係被附體啊。你問我係啦，就被附身，咁就俾一個龍族白色嘅龍族咧，係啦嘅首領咧，咁大家叫佢白龍王咧，就附咗體，就借咗佢嘅神通咧去講嘢。咁其實咧又可以變咗個先知嘅啦喎。如果佢創教的話，咁咧依個無可默德嘅故事咧。繼續接下去啦，我哋。咁佢娶咗呢個有錢老婆之後咧，就開始發圍啦，跟住就。咁但係問題佢發圍之後咧，就俾人迫害。即係俾翻自己同族嘅古來族去迫害喎。因為咧，原來阿拉伯人咧早期咧就同我哋中國啊、印度一樣係多神教嘅，拜偶像嘅。咁啊迫害佢啦，咁就一段好慘嘅經過啦。咁佢長情就唔多講啦。反人台啊嘛，大佬，佢一神教啊嘛，即係等於耶穌咁反人哋台喺聖殿面前咁。咁於是咪走難咯，係咪先啦？就從麥加佢家鄉就走到麥地那。麥地那，冇錯。咁麥地那啲人信佢喎。有係有人信嗱，呢個又有段故嘅。係正講咧，呢個就唔係宗教問題啦。當時同個地緣政治同嗰個環境好有關。係係。因為作為一個出色的商人咧，其實穆罕默德咧最為人稱重的麥加科咧，就係佢做仲裁啊。即係話當時其實呢個麥加同麥地那咧，即係南阿拉伯半島嗰邊咧，相當商業發達的地方。係係，天然資源好。嗰條商路從紅海一路經麥加麥地那，一段通到耶路撒冷背絲綢之路啦，差唔多嚟。古代嘅去羅馬先係香料之路嚟嘅，應該係。就賣啲沒藥啊、魚香啊，就我哋嗰度貨，咁就非常發達，即係貿易嚟講非常發達嘅。咁所以為人稱重咧，就穆罕默德咧就幫麥地那，尤其是嗰啲商人咧，
啲，因為佢啲氏族社會嚟，經常有拗撬噶嘛，就幫你做咗好多仲裁嘅嘢，擺平咗好多紛爭。佢做咗大台啊，甚至大台。咁就變咗嗰個情況底下，麥地華就特別多啲人士歡迎佢咁嚟嘅。亦都有一個好過癮嘅牙齒印喺邊一度咧，就同啲猶太人反台啦，好過癮。而家猶太人又搞貿易嘅，冇錯，爭生意，爭生意啊！咁所以點解就淵源以嚟就點解伊斯蘭一開波就會同嗰邊即係兩個神教會有衝突咧？故之前大家都有神教啦，互相排斥啦。有你冇我，第一件事。第二樣嘅商業上嘅紛爭都係咁嚟嘅，因為我係正義嘅，你必定係邪惡噶嘛。嗯，係啊。同埋咧，第二樣嘢好得意嘅就係你發覺咧，嗰陣時嘅環境咧。每次做就一個新的領袖呢、宗教領袖呢尤其呢、他一定是什麼呢，他一定是反叛的、所以呢之前呢我們那個邝保罗說呢就說呢、不要反對權貴、要服從於這個、耶穌在聖殿反台 exactly 即其實我想問你 你的聖經讀什麼呢，樣即是我讀過一樣是耶穌又是反台的，釋迦牟尼佛又是反台的，跟住而家我哋今日集無可物得更加反台，係啦，佢反到嗰個地步係咧，佢好叻地咧係運用當時咧嗱，大家唔知唔多人留意，但我三個都知噶啦，就係其實佢除咗係宗教領袖，佢亦都係軍事領袖，好勇武嘅呢條友嚇 ，OK， 同埋佢亦都係一個政治領袖嚟嘅。政治永遠咧係能宗教，宗教亦都係能政治嘅，唔會切割嘅。嗯，即係反映你睇到個後來咧，就團結咗麥地那人，打退咗幾次麥加嘅人嘅侵略，係啊，咁後來咧仲反埋，好似阿邊個阿蔣公咁樣樣咧，要反攻大陸咁樣打倒共匪咁樣，又唔係主反攻，有啲少少成吉思汗，唔係啊，佢俾人喺麥，佢俾人麥加趕咗出嚟噶嘛，佢俾人麥加趕出嚟，即係類似成吉思汗咁俾人趕得出嚟，就俾。阿扎木合講得出嚟，即係兄弟。咁跟住用氏族嗰個概念嚟理解，就正確啲嘅。用中國王朝嗰個概念有少少唔啱。用部落，係部落冇錯。部落氏族部落有完全係同成吉思汗一模一樣，俾自己有講得出嚟，跟住投靠另一個部落，然後另一個部落幫佢就打翻轉頭。冇錯，先係打走咗人哋嘅侵略，跟住再反翻轉頭，於是就。就翻翻嚟呢個麥加就變咗麥加嘅統治人，而女王所講嗰個所謂政治軍事領袖嘅特色咧，亦都呢個時候都顯露咗，冇錯啦，正式所謂立教之前都已經睇得到噶啦。而家仲有個打冧咗麥加原來佢自己同族嗰啲敵人之後咧，佢竟然大笑，即係嗱，你哋個你只要打爛曬啲偶像，冇錯啦，信我呢個教，全部冇事，招安嘅手段，冇錯，因為佢啲政治手段相之高，咁所以你成個伊斯蘭歷史咧開波嗰段時間咧，係不停嘅政治聯盟啊、協商啊，然之後就不停咁打仗啊，然之後到到最後咧，就定於一尊嘅時候咧，就麥加就定咗，冇錯，就聖城啦。咁而家好好玩嘅，睇住佢打仗一開頭得幾廿人嘅喎，後來幾百人。後來幾千人，點解咧？哇！後來打到成幾萬人，十幾廿萬人。因為大家都好似你咁樣樣，向往呢個伊斯蘭嘅天堂，向往個七十二個會自動修復嘅處女咯。阿波先，點解男人咧幾咁直接啊？嗱，先講明啊，七十二個處女係兩段經文嘅合成嚟嘅。古蘭經裏面只是話有一個有啲白嘅隻眼好靚嘅妻子，長為處女啫。七十二呢個數字咧就唔係來自古蘭經嘅，七十二呢個數字來自一個叫做提爾密齊聖訓集第廿一章嘅聖訓。聖訓咁就聖訓係咩？我哋解釋下先啦。聖訓就解釋古蘭經嘅嗰啲注疏嚟嘅。注疏其實咧，佢等於咧注疏，亦都係等於子曰同埋如是我聞啦。因為咧就係佢嘅弟子喺佢瓜咗之後咧，就大家就話啊，其實可唔可以咁嘅咧？又可唔可以咁嘅咧？咁樣跟住夾稿啦。夾稿啦！大家就諗翻咧，依一啲嘢咧就唔係無可物得講過，唔係。但係咧就係佢生活嘅時候，佢嘅標準係點樣樣？譬如話佢嘅習慣係點樣樣？因為以佢作為一個聖人啊嘛，係啦，咁佢做得啲乜嘢，我哋做得啲乜？佢冇做即係我哋唔得咁樣樣。仲有佢反對，你一定要跟住佢反對。係啦。咁然後仲有咧，佢結集嗰個時候咧，亦係同佛教佛經一樣嘅，要幾位？佢啲親戚啊，或者後人咧，都對過係喎，你又聽過喎，佢又聽過喎，至少有兩個人或以上聽過，見證咗嗰段先入到經文嘅。聖訓就係聖訓又係咁，就古蘭經又係咁，咁所以你睇得到咧，佢解釋呢個古蘭經嘅時候咧，但係後來咧。
年代越遠咧，就越瞓就越多啦。出咗六本，版本唔同啦，版本唔同。仲有《古蘭經》都四大抄本，兩小抄本喎。因為你知道以前冇印刷術噶嘛，一來咁啊抄下抄下咁啊，就越抄越多。另外就係你自然政治後果就係唔會無黨無派噶嘛。係冇錯。你睇住成個伊斯蘭歷史就係話佢發展得極快。100年內已經變咗個大帝國，係啊，跟住整哈里法出嚟，搞啲政教合一。四大哈里法，四大哈里法。問題佢互相攻伐同埋散斷，同埋謀朝害命啊呢啲，咁就變咗就係喺嗰個好血腥嘅歷史裏邊。佢第二個哈里法係俾人謀殺嘅，冇錯，個就開始。第四個哈里法又係俾人謀殺嘅，開始唔同版本就又嚟啦，咁就分開咗你十葉啊呢、這個咁嘅順利啊，都係咁嚟嘅。咁就變咗就係話佢個迅速發展過程當中咧。就少咗一樣嘢，就少咗和平呢個因素。佢真係由頭打到落尾。咁所以變咗就係話，我哋中意喎，我睇歷史最中意。好精彩，因為好悶噶嘛。即係撇除咗，即係啊，特別係睇阿里幾嘅父子兩代點樣同主流派鬥爭嗰段，係咪？阿里俾人懟冧咗啦。阿里係咩人咧？就係娶咗阿穆罕默德個女，嗰個叫做 Fatima。啊！我一睇呢個字覺得好親切。係。花地瑪咧就叫花地瑪，的聖母嚟㗎嘛。因為耶教裏邊都有呢個字嘅，都係閃族嘅字。係冇錯啦。咁然後仲有好玩咧，原來呢個阿里咧，如果論輩份咧，佢係穆罕默德嘅表弟嚟嘅喎。嗯。即既係表弟又係女婿，咁即好明顯閃族嘅人咧就唔係幾 care 呢啲所謂即同性或者近親結婚咯。即上一集講嘅呢個。咁阿里佢基本上都冇乜罩忌嘅嘢，好明顯嘅。咁阿里本身嚟講係咩？就十葉派嘅始祖啦。嗯哼。係啦。咁主流派咧就一啲叫做咩咧？其實同阿穆罕默德嘅血緣或者都幾遠下嘅啲其他下屬嚟嘅。所以結果而家好搞嘢嘅一樣嘢就係有穆罕默德直接血脈相傳嗰啲咧，反而係屬於。啲少數派嘅十二派，冇乜血脈相連嗰啲下屬嗰啲咧，反而變咗順尼派變咗多數派啦。因為咧好容易理解，我覺得依樣嘢就係咧，你越 spiritual 嘅人咧，就唔越善於 marketing 嘅。係冇錯，佢覺得自己英憤啊嘛。係啦，同埋佢覺得佢係 royal blood 啊嘛。係啊，即係佢本身係。但係我覺得本身就好叻做 marketing 喎。係，係啊，永遠都係啲電影都係咁啦，第一集就係最好睇。係啦，二三四就越嚟越 high 嘢咁樣。咁要值得講下咧，就係、是《古蘭經》咧，其實佢嗰、那個宗教永遠都講一樣嘢，就叫 lineage 傳承嚇，因為個個都話自己係正統噶嘛，係咪？個個都話係直接喺神度得到啟示噶嘛。咁佢哋嗰個版本係點咧？就係、是、話由神咧 pass 到俾一個天使，就叫吉卜利里，係啦，係啦，基本上咁同呢個耶教有模一樣喎，大天使長啊嘛 ，Gabriel 啊嘛，係啊 ，Gabriel 係啦。咁呢個咧，阿 Gabriel 咧就睇嚟就揾嘢搞咯，得閒啦，即係又整個耶教出嚟。又去那裡幫手，跟住又整過嚟依度咧，就真係傳幫下伊斯蘭教啦。伊斯蘭佢哋嘅解釋就咁樣嘅，就都係一個上帝嚟嘅啫。冇錯，就出咗唔知十幾萬次，即係人類歷史上邊唔同階段都派先知嚟㗎。冇錯，其實冇個所謂上帝喺度嘅，個上帝派先知嚟嘅啫。個先知係不停咁提醒人，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啦，嗱邏輯上你又唔能話佢錯得曬啊。佢不嬲都認為一神教啊嘛，即係冇帝國啦。冇帝國點解咁多版本嘅咧？就因為啲人蠢啊！就以前不停咁派先知嚟，就次次點醒你，你都聽錯嘢。係，唔係神有錯，係你聽錯。聽錯。於是乎一直累積落嚟咧，就去到穆罕默德呢個所謂大先知咧。又叫封印先知。冇錯，跟住真真正正最後一個啦，可以咁話就聽齊曬啦。以前嗰啲就抹佢啦，嗰只咯。另外仲有咧，以後如果有人自稱先知，你殺咗佢。全部假嘅咁樣，係啦，殺咗佢啱唔啱啊？嗱，依一個咧喺耶教裡面咧都有嘅喎，即係我哋所係啦，有一個類似嘅，即係本身就係耶穌嚟最後噶啦。有人都唔認佢係默西，係啦，冇錯啊，咁係啦，話耶穌之後咯，唔係噶嘛嚇，話耶穌之後就唔會再有先知嘅。而家當然大部分人係咁諗啦，但亦都有一。班咧就我哋叫個摩門教咧，就係咧 Church of Latter Day Saints 嘅，即係話咧其實係仲有先知嘅，咪楊伯翰咯，喂，
拜陰陽咯。而家坐緊監㗎，依個 Warren Jeffs 啊，嗱 Warren Jeffs 咧，其實上一集應該講嘅，因為點解咧？佢係夜教嚟嘅，唔記得夜教一個支派，雖然曾經美國歷史上面咧係 ban 咗摩門教，認為佢係邪教，但係咧，咁一路走難走到 South City 食煙啊，食包，你會自己喺裏面走去沙漠裏面自生自滅，自己生，跟住喺啲 compound 裏面又繼續生咁樣嚇。哇！佢哋鼓勵多妻多子喎，多妻多子 ，This is the only way 你可以 guarantee your spot in heaven。係啦，你要上到天堂，你必須要大量繁衍，盡量取，盡量生。咁阿拉伯人都係咁噶。但係點解要提 Warren Jeffs 咧？就因為咧，依個人咧，佢係繼承咗佢老豆啲老婆嘅。係冇錯。佢老豆如果冇記錯，廿幾個。咁咧，除咗太老嗰啲咧，即係經都停埋嗰啲咧，佢就冇繼承。否則咧，佢全部繼承曬，再加埋自己有四十幾個咧 ，Warren Jeffs 有六十幾個老婆嘅。咁咧，當中年紀最細嘅係九歲，係啦。咁後來咧就俾人唔知點解神冇保護佢啦，我唔明啦。俾人懟冧咗。唔係懟冧，俾人咧裝咗呢個筆啊偷聽器。咁佢點樣咧游水個小靚妹話唔怕噶，唔痛，好快過㗎咁樣。跟住咧就哦，你咧就 solicit 即係咧有史未成年少女咧發生性行為，就喺呢個摩門教嘅聖殿裡面咁樣，係咪眾目睽睽咧？我就唔知啦，因為我唔喺現場啊嘛，係咪？咁跟住咧就而家踎緊嘅。不過問題個創教者 Brigham Young 楊伯翰都咁嘅喎，不過十九世紀冇所謂未成年少女發生性關係呢個罪名，所以嗰陣時冇事嘅。Brigham Young 據我所知，差唔多接近成百個老婆嘅，好犀利。一百個，係啊，係咩咁多？係啊，哇，係啦。咁樣十九世紀嗰個年代，美國西部都冇法律嘅。你有錢養得幾多咪算幾多咯？咁你帶成羣，唔係鄰近地區而家都係咁啊，係啊，好似我哋某大導演咯，咩咪就係，係咯，哇，幾個老婆，分咗700多萬人民幣，係咁生唔緊要。咁嗱，《古蘭經》咧，佢嘅內容有講啲咩咧？咁樣，佢就好似冇提到你講72個處女啦，即係你津津樂道嗰72個處女。佢冇講72個，但有講到婦女，令他們常為主女。因為天堂嘅設計係咁樣，即係裏面裝修細節咧，佢另外再升分再提升。佢有講㗎，有珠寶咩紅寶石香雙暗嘅床啊，咁樣。跟住阿姐就話：我唔要紅寶啊，我想要藍寶同綠寶得唔得？冇，對唔住。冇 ，OK。古蘭經冇咁提過，冇提即係冇。冇 ，OK。即係佢有提啊，係 by the way， 佢係唔會錯嘅一樣。係嚇，同埋咧，你個拜眾方法咧，我唔理你係乜嘢國籍嘅人，都要阿拉伯文。冇錯啦，你不能夠，你可以睇中文版嘅古蘭經，你可以睇英文版嘅古蘭經。唸經唔得，冇錯。特別祈禱文，唱眾一定要用翻佢原始嘅語言，即係阿拉伯文。古蘭經裡面咧。有提及到呢個天地嘅創造啦，好多宗教都有啦。世界末日係點飄樣噶啦？審判啦，天堂咧，即係你最中意嗰個啦，天元同火獄 ，OK， 先知等等係啦。同埋咧，亦都有講要點樣禮拜啊、齋戒啊，同埋朝聖係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嚟。五功叫做五功係啦，最後一個功就係朝聖，就一世一定要去麥加去拜一次，特別係拜嗰嚿黑色嗰嚿石。叫做咩啊？天房，天房係天房。天房反正呢嚿石叫呢嚿石好重要嘅。如果你自己冇埋去，因為你知古代冇而家交通咁方便噶嘛，咁冇辦法去點咧？你去委託人哋代你去。咁去咗之後，翻嚟個人咧就有個頭銜啊，叫蝦子。叫蝦子。唔係蝦子面個面啊，個蝦子啊。咁阿鄭和個老豆咧，就係曾經有個蝦字呢個頭銜嘅，即係去過麥加。咁諗下喂，從中國雲南去麥加，金咯，哇，金啊，起碼冇一年半載，都幾困難啊，真係。死都得㗎大航海年代啊嘛，嗱，據報係海上去嘅。係啊，唔係雲南冇得海上啊，雲南焗住行陸路㗎。陸路經印度嗰條線去㗎。唔係雲南點樣經陸路咧？就雲南就經過。唔會經西藏啦啩，大佬。經四川個個仲有甘肅，就穿過新疆、中亞細亞去嘅。你真係行陸路嘅。呢個人到癲。天山南路。因為當時雲南去印度係冇陸路過㗎，野人山冇路行嘅嗰邊。如果你雲南要經水路，要點咧？要爬過好幾條大山脈，然後經紅河，喺河內或者係
嚟到我哋廣州就坐廣州的阿拉伯船去嘅。係嗰時廣州係最多阿拉伯人㗎啦，八萬人啊，唐朝。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記得結果俾黃巢殺曬啫嘛，都有啲閃咗嘅。講呢啲咁變咗就你會發覺就係嗰個歷代以來個可能經過嗰個變化咧，有好多政治因素影響嘅。咁呢一樣同呢一個耶教就好唔同啦。耶教相對嚟講都係穩定嘅，即係嗰個版本。佢個結集組你知唔知？耶教點結集嘅咧？首先咧就喺大概公元180年度有個法國主教就發覺太多啲經文亂曬大龍。他發覺當時有40本福音嘅，係啊係啊，嗰陣時好亂嘅，開嘅時候係好亂嘅。後來就咔整翻四本，就整翻四本，因為點啊？佢認為東南西北地水火風就等於全世界啦，咁啊整翻四本。係金木水火土你又唔計嘅，我都冇五行嘅，佢四行嘅啫。同埋嗰陣時咧，依個羅馬咧，佢有四個帝國噶嘛，四 part 噶嘛，係咪？咁所以嗰陣時嘅Constantine 是最等等未輪到他那時還有四大主教那時還有四大主教區第一個主教區就是安提柯啦、第二個主教區就是厄佛所啦、第三個主教區就是羅馬啦、第四個主教區是亞歷山大後來先講明當時沒有所謂教宗這件事的、沒有所謂教皇教宗的當年教皇教宗地位呢只有啲四大主教裏面嘅羅馬主教啫，呢個羅馬主教繼承聖彼得嘅，咁但係後來聖彼得冚曬其他人嘅以後歷史，咁所以你諗下咧，聖經嘅結集比較早啊，佢差唔多到公元200年都已經全部定，新約部分已經定曬㗎啦，咁然後咧前面舊約早就已經編好曬啦，咁舊約本身又好好玩嘅喎，舊約咧大部分係啲咩咧希伯來文嚟嘅，咁後來希伯來文咧中間又夾雜啲亞蘭文，即係阿拉美文咁跟住夾炒完啫。當時嚟講，舊約嗰個年代用呢兩種語言為主嘅，相對講歷史就穩定啲嘅。係咁，然後跟住咧到新約咧就用希臘文啦。咁後來咧就喺大約差唔多公元百幾年嗰陣時，已經有希臘人，我叫七十士文本，就將你舊約新約就 combine 埋，就譯成希臘文本。跟住咧又有一部分人將呢個本咧就譯成羅馬嘅。叫武家大本，咁而家事實上大部分用嘅本咧，係特別天主教就一律以拉丁文武家大本為準嘅，咁所以佢因為個結集嘅時間係比較早，而且咧佢統一制定係比較穩定，咁佢個時間都係長好多形成㗎，係好長時間形成。咁所以你講到話昆士坦丁嗰下嘢已經形成曬呢扎之後啦，係啦，先至定為局嘅好後期嘅事。嗰個公元225年叫做尼西亞信經，或者叫尼西亞嗰個叫做咩咧？嗰個大會，第一次大公會議，就全部就固定曬落嚟啦。但係咧，古蘭經點解而家咧版本有咁多亂曬龍？你知古蘭經嘅官定版本幾時推完嘅？係1935年。中國啊嘛，唔係一個三，差唔多，因為我睇叫做多宣傳一個四幾嘅二次大戰後嘅，係1935年沙烏地阿拉伯建立咗王國，就攻陷咗原來聖鋭管理，即係另一個支派聖鋭支派管理嘅麥加麥地那，先至開始固定嘅編一個官定版本。所以你睇到點嗱？點解會咁咧？就因為早期阿拉伯大帝國咧，一分咗出去，你又同我打，我同你打，四大哈里派已經打嚟打去啦，都同你講已經出現所謂呢個遜尼派同什葉派啦嘛。所以各有各嘅版本，各引用自己對自己有利嘅版本。所以佢一直冇辦法。咁跟住阿拉伯又咩黑，跟住出現幾個大帝國啦，咩黑衣大食、咩紅衣大食、白衣大食呢咁咩最後大嗰個咧就係土耳其嚟嘅啫。係冇錯，然後跟住去到差唔多十三、十四世紀，土耳其打冧咗呢個君士坦丁堡，就建立咗土耳其大帝國、奧圖曼基爾大帝國咧。咁然後開始咧，就佢承繼咗哈里法呢個位。先開始慢慢的正式編整理編呢啲古蘭經，所以古蘭經點解咁多版本？就因為咧，佢早期嘅立國嘅前後咧，佢冇通過一個非政治系統嘅一啲叫做編經者或譯經者，佢固定咗落嚟。佢政教合一噶嘛？嗱，點解聖經？同埋仲有一個好緊要嘅 point 就係咧，你係唔 suppose 去 challenge 佢嘅。係。依一個咧係好值得討論嘅，因為點解咧？就係話如果
大家定咗落嚟嚇，你係有一個空間去討論，有個空間去話喂，我印象中或者我阿爺話俾我聽個版本唔係咁嘅喎咁，但係因為佢哋認為所有嘢都係神嘅旨意嚟嘅，即係神嘢就係阿譚木頭先講個 point 好緊要咯，正正正因為佢係政教合一，佢冇一個所謂協調機制，即係冇獨立呢樣，冇即係冇獨立意志呢樣嘢。變咗就係每一次改朝換代咧，其實都係改緊版本㗎。所以點解你話唔能夠 challenge 佢？你只不過係當朝，你唔能夠 challenge 當朝嗰個版本。你打冧咗佢都可以改㗎。你打冧咗隨便改。咁所以點解佢一九三幾年咧？譚寶即係可以 update 翻呢樣嘢，未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啦。但奧斯曼帝國、奧斯曼帝國咧，就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俾人瓜分咗啊嘛。冇錯，英國變咗廿一個國家。廿一個國家，英國佬咧就策動呢個阿拉伯，有位勞倫斯。阿拉伯都勞倫斯。好出名，就策動呢個貝多因人，就用遊擊戰術打冧咗呢個奧圖曼人啊嘛。就喺成個阿拉伯半島，變咗嗰陣時先至開始啲貝多因人咧就重新講翻係咪組翻一個啊佢哋民族國家出嚟，冇錯，就咁嚟拖拖拉佢呢個三幾，即係叫最後嗰場仗叫打完啦，先叫穩定咗，冇錯，就由呢個沙地阿拉伯，即係皇室陰典，陰典最後版本，全部都政治行為嚟嘅。所以事實上而家仲有，而家全世界嘅四個比較完整版本咧，其實都係唔同地方嘅。沙地阿拉伯就是其中一個版本，仲有一個版本喺邊度咧？喺中亞細亞撒馬爾罕嘅。一個版本咧就喺而家伊斯坦堡嘅，仲一個版本咧係埃及嘅，喺大學裏邊嘅。版本過有呢個女王肯定有興趣睇下。如果我冇記錯咧，中國而家用緊嗰個版本咧係神。冇錯，因為點解我哋中國嘅伊斯蘭教係從撒瑪爾罕傳入嚟噶嘛？我頭先你講一九三幾年咧，我突然之間以為就係講緊中國嗰個流通本啊嘅出版出世嘅時間。吻合，但不是相同，是時間上吻合啫。正正講嘅就係因為撒米爾罕嗰版本咧，係蒙古帝國嗰個字個通用本就差不多係。咁所以變咗就係話中國呢個地方流通，即係香港公主個版本咧，冇錯，因為嗰本係傳由新疆。書卷印受落嗰本書，因為我哋中國新疆有聽眾話咧，即係除咗贊我哋嗰啲咧，多謝曬嚇。但係咧就講話蕭公子對麥唔該咁樣，同埋我想問大家啲聲，因為我唔知點解咧，我個電話咧。今日睇你哋啲留言咧，唔係好睇到啊！成日出嚟出去出得嗰三四個咧，但係而家我見到嘅就係話對麥啲聲唔得，麻煩阿貓貓幫我聽翻。工作人員聽聽到啊！我哋三個把聲 O 唔 OK？ 你 check check 啫，哎 ，OK 啊嘛，譚博講嘢喂。唔係，我覺得咁嘅。清唔清楚啊？譚博把聲都得。係。我哋中國因為點咧，就有一個好特別嘅歷史轉折期嘅，即係唐末到五代十國，即係大概公元905年前後，就出現一個叫做特厥化或者叫做回伊斯蘭化嘅情況。呢個伊斯蘭化點咧？就中亞細亞嘅先，伊斯蘭化後係冇錯。咁特厥人咧就土耳其人咧就入咗新疆，學朝嘅關係係就入咗新疆，就加埋維吾爾族嘅祖先回鈎人就喺新疆同人溝。就好似本地化，咁本地化嗰程咧，一開頭全部信佛教嘅喎，你走去黑孜爾千佛董都全部佛教嘅，咁但唔知點解咧，就900年度咧，就啲伊斯蘭教從中亞細亞撒馬爾罕傳入過嚟啦，咁啊傳咗入邊度，而家克什，即係嗰條叫克什割爾嘅加斯卡，咁就以加斯卡咧就為中心，就建立一個叫哈拉罕王國，呢個王國戰鬥力非常強猛，雖然人數少，結果就將所有而家新疆地區的佛教王國全部滅曬。Sorry， 由頭到尾咧，城邦嚟嘅，最唔抽得嗰啲咧都係中國人嘅啫。OK， 唔係嗰啲唔係中國人嚟嘅，我就由頭到尾唔抽得嗰啲啊，最唔抽得嗰啲中國人。呢啲人全部都唔係中國人，當時唔屬於中領導。唔係最抽得嘅係中國人，唔係最抽得嘅唔係中國人。都話你最抽得嘅莫非黃土啊嘛，本身其他人都抽得，但係咧最勇武嘅唔係中國人，最抽得嘅都唔係中國人。當時咧，而家新疆地區咧就點咧？就好多小王國喺度嘅，咁最後咧就俾呢個哈拉罕王朝咧就全部打冧曬，統一曬。咁呢啲人其實又唔係中國人嚟嘅，因為點解佢哋唔係黑頭髮嘅喎？唔係嗱，佢哋全部係啲黃頭髮、金頭髮，即係蒙古人所講嘅色目人，係啊，又叫維吾爾人。啊，就開始嗰陣時就全部就信曬
而家嘅伊斯蘭教啦，逐漸。所以佢哋用個版本咧，就基本上以撒瑪耳版本嘅。首先咧，依度咧答一個爹咧，就係咧喺咁多宗教裏面咧，當然下一集我哋會講佛教啦，但依度答一個快爹咧，就係佛教係最難宣傳，係最難去 market。因為咧，你講緊其他咧，伊斯蘭教又好，佢就係一本古蘭經啊。跟住耶教就係一百萬加埋都一本聖經，一本聖經啦，係咪？耶教一本聖經啦，佛教咧，阿各位啊，唔該，喺依個八萬四千法門咧，你淨係睇《乾隆大藏經》咧，你都眼揼，你係依一世都睇唔曬嘅。睇唔曬，我真係睇唔曬，真係。我喺正大圖書館睇個大藏經，睇完之後咧，我只係揀幾本睇啫。我開頭睇一睇淨土五經嘅啫，係，然後跟住睇心經。咁我後來咩《妙法蓮華經》嗰啲咧，嗱就係隨便睇下睇完就算嗰只咯。《妙法蓮花》其實都算係淨土經之一嚟嘅，係好金嘅。咁同埋咧就係、是、你諗下嗱，《古蘭經》就有最唔金嘅《古蘭經》嗱，呢、這個真嘅。Exactly， 最薄、最易消化、最易消化。佢裏面唔多咧，好似聖經裏面嗰啲隱喻咧，講到你咧，好露骨嘅，係啦，嗱，大家而家講露骨啦，咪露骨就要講處女啦，佢唔係叫隱喻啦，佢就明喻，好明嘅，好明係，即係唔似鄰近地區同你講係乜嘢要禁書咧，佢又唔講俾你聽，嗱，即係如果你喂，我有冇會查衰女，佢翻去推咪啦，快啲推咪，有人推咪，佢推咪嘅嘛，平時 ，OK。嗱，聖經咧就似鄰近地區嗰種好含蓄要你估嘅 ，OK， 係啦。咁但係咧，依、這個古蘭經咧就似咩咧？就似咩啊？似老虎豹。係 ，OK， 十隻白老虎 ，OK。非常露骨。好露骨嘅係，喂，形容一下啦，處女，你要等咗好耐想講嗰 part， 快啲。嗰 part 頭先咪講過咯。係啦，冇真正露骨嘅咧，或者易消化咧，就唔係淨係嗰樣。點解？都話似白桃桃乾咯，我知道啊，咁但你都要唔好講，一齊去快啲，我怕你嘅，嚟啦！問題咩？個我 comment 就反而就唔係話嗰啲嗰個 concept 嘅露骨，又另一樣所謂點解佢容易傳播咧？老陽話齋咧，除咗佢係你試下唔信咯，唔係啲故事，佢所有嘅指引咧係好簡單直接㗎，係啊，偷嘢斬隻手啊，偷踢滑嚟人，總之係好鬼直接一樣嘢。因為佢個來源咧係貝篤因人嗰啲部落嘅法規紀律嚟噶嘛，即係話佢係最簡單維係一個社會最簡單原始社會嘅指引嚟嘅。咁你話啦，你咪容易宣傳呢樣嘢啊？即係最簡單嘅 user manual 得幾張紙嘅啫，就最簡單噶啦。佢有少少蒙古人嘅扎薩啊，蒙古法典啊，扎薩，互相影響呢個就。同埋最容易理解嗰樣嘢咧，同埋最多人信嘅宗教咧，發覺係一樣嘢係點樣咧共通嘅，就係唔需要修練嘅。係冇錯，古宗教咧，哇話要係冇錯，你要為主殉道，咁就直上天堂。嗱，依一個咧就係伊斯蘭教點解傳得咁快嘅原因，因為簡單直接 ，no bullshit，OK， 係啦。同埋你只要為主殉道咧，你就一定上到去。同埋你一世人受過咩委屈都唔緊要啊，因為咧上帝即佢哋嘅上帝咧，即阿拉真神咧，必定會回報你嘅。OK， 咁咧耶教都 in common 嘅嘢就係話咧，你只要啊，即係只要信啊，不要問啊，信十戒，堅守十戒咧，你都上到。但係你記住個分別喎，十戒唔係咁容易守嘅，大佬，係咪先？嚇，特別係你唔可以望到人哋個老婆覺得好正嘅，依樣嘢好難噶嘛，係咪？冇啊，走係嘅。但係喂，你伊斯蘭教簡單好多喎，我只要發動一個聖戰，或者我參與聖戰，我只要殉道，同埋佢裡面講到明今日六信五功，陣間你講下乖啊。是很容易的 ,ok, 很 straightforward 的，即都是那句 no bullshit,ok,、okay? 但是古老宗教不论是道教、印度教、佛教，哇玩到你殘，很複雜，很多，很複雜，讲修炼，很多哲学，很多哲学，很多哲学，佢唔係淨係隱喻啊，大佬，要修到點樣樣，你會喺一個無我嘅境界。喂，大佬啊，我由出世依刻就已經有我㗎啦，點樣樣修練到無我啊？咁伊斯蘭過癮在就係點解好即係回翻頭頭先個問題，點解咁容易傳播啊？嗯，正正只係佢一本最簡單嘅用家手冊嚟，係冇錯，而所有嘢都係非常露骨。白紙黑字寫曬啲日常生活細節要點搞，要點搞。而佢成個 user manual 裏邊咧，點解會出咗個大問題咧？嗯，正正因為佢同原始部落嗰個文化係互相呼應嘅。係，你冇咗個個人㗎，好個人㗎。佢所有嘅指引咧，都係集體主義組織。佢由家庭數起，
跟住你嘅鄰居、你的朋友、你嘅社會關係，一定一層一層咁數出去。咁、所以相對於當時佢哋嗰個社會環境咧，係啱使嘅。點解你話落社會嚟？當時同中東打到七彩亂曬大龍啊嘛。你拜占庭帝國同呢個波斯帝國打到九彩，咁然之後伊斯蘭呢個乘機容易起家咁大嘅啫，變咗所有大嘅宗教都冇個咁嘅所謂穩定性喺度。咁所以相對嚟講咧。你所謂自亂世用重典就咁簡單，佢最簡單 use manual， 於是好快脆就有佢所要求嘅穩定啊、和平啊、秩序啊，咁所以咪傳播得快咯。而家仲有喪生仔、喪生仔、喪生仔，四個老婆、四個老婆，唔止，仲有個最好嘢咧，佢根本仲為窮人。啊！呢樣係真嘅，當時相對嚟講係先進嘅，唔係淨為窮人而係佢所謂弱勢啊，即係例如左交嘅宗教講完，相對啦，咁佢有好多，咁所以點解佢成日同猶太人過唔去咗呢下？係啦，猶太人太嘅千嘅千嘅千啊！雖然阿拉伯人都係重商啊，商業主義好濃厚同埋做生意好叻，但係多咗一樣嘢就因為是佢嗰個部落社會嘅文化啊嘛，佢好多嘢係。共用財產啊，互惠啊，呢啲概念喺度，咁所以變咗嚟話佢去到某個地方，仲要施捨咧，仲要施捨咧，要分派咧。嗱，猶太教咧，其實都係噶嘛，係啦，猶太教都有講施捨嘅，但係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係等先，我諗我點樣補充呢樣嘢先？就係喺依個伊斯蘭教咧，佢嘅嗰種 concept 係唔同嘅，即係話嗱，佢哋係點你要嗱，我知點講啦，就係、是、你諗下穆罕默無罕默德。點樣奪到權？佢就係因為睇中咗當時貧富懸殊啊，所以咧係啦。點解今時今日香港都有教主呢就係因為咁咯，因為香港都好貧富懸殊啊嘛。仲有你睇美國都係嘅，美國點解咁多黑人去信奉伊斯蘭教呢弱勢啊嘛，包括阿里係咪？穆罕默德阿里拳王啊，一來佢弱勢，二來呢他因為信了伊斯蘭教，即係同你白人的宗教基督教對抗，係咪？係一種反叛性，完全係反叛性嘅。所以睇點解而家越嚟越即係多美國黑人去信，從個 Malcolm X 啦，一路到而家，全部都信呢個伊斯蘭教，就因為咧，我將我當咗一個宗教信仰嘅工具。嚟對抗啲白人嘅有錢佬、中產階級嚟嘅，咁亦都係點？所以同當年其實呢個中東嘅環境都一樣。仲有最記得，當你矛盾大嘅時候咧，就自然容易多教主。係啊，你知穆罕默德啊，專門幫佢朝頭早企上個叫拜，但叫拜嗰人就係東非黑人嚟嘅，係來自而家嘅埃塞俄比亞嘅。所以咧，叫拜塔嗰、那個叫做譯成中文嘅就咩咧？萬阿拉以外就別無真主啊嘛，就嗰、那個穆罕默德是主是者，阿拉伯文咧正式嘅叫法咧係唔準用阿拉伯嘅純粹腔調嚟嗌嘅，要用要有少少嗰個埃塞俄比亞口音嘅阿拉伯文嚟念嘅。所以你如果淨係聽係嘛，你識阿拉伯文都唔知啱乜嘅，好執著嗰啲人。係啊，要用嗰個黑人腔嚟叫。咁點解阿穆罕默德要叫個黑人出嚟去負責朝頭早叫大家叫醒大家去祈禱咧？就因為佢話呢個人係最窮嘅，就最忠心嘅。我哋作為穆斯林嘅兄弟咧，就本身應該大家平等嘅。所以而家點解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咁勁咧？仲曾經有一度成為總統嘅穆爾西咧，就係、是、因為佢哋係比基督教更重視平等精神。因為佢哋嗰個教義裏邊嗰個所謂公義嘅概念咧，係唔同樣嘅。係啊係啊。但有部分咧，就是、你嗰個 idea， 你嗰個 comment 冇錯，有少少針對性嘅。係啊，係釘住猶太人嗰個標準嚟玩佢嘅。咁啊，好衰唔衰猶太人啊？而家俾啲西方歐洲人、白人繼承咗，變咗基督教嘛。大家知道基督教同埋資本主義係咯，好煩嘅呢樣嘢。咁所以變咗就係、是、你所講嗰、那個即係、就是、所謂宗教衝突咧，搣唔開政治社會好多嘢。仲有經濟階級咧。係，其實如果論宗教最有錢咧，即係我成日都講個笑話就係話咧，如果有一個教咧，你一信佢，你會即刻多一億嘅話咧，你信我，佢一定會係全球最多人信嘅宗教，係啦。但係咧，就係偏偏冇。但係咧，好得意嘅，有啲耶教嘅人咧，基督教嘅人咧，傳教嘅時候咧，就話你睇下信佛教嘅國家都特別窮噶咁樣，但係咧就信基督教嘅國家就特別有錢噶咁。依個時候我梗係 KO 佢啦。咁我就話你知唔知最有錢嘅信教係咩人啊？
猶太人啊，傻仔。OK， 其次係咩啊？其次就係呢個摩門教啊，傻仔咁樣。跟住佢就唔係咩係咩係咩，梗係啦。香港好多叫耶撚咪專係咁樣同佢傳教咯，幾咁傻？唔係嗱，耶撚基督教徒咧入去依個教會咧，好有一部分想識女仔噶嘛，係、咪？因為佢哋嘅神、都係同一個神啦、，according to 兩邊嘅講法，但係咧兩個 sorry 同一個神對兩邊嘅處理手法好唔同，係冇錯。一個咧就應承你，你肯聖戰，你為我哋捐軀咧，為教捐軀咧，就72個靚女等你，係啦。你仲未讀過72個靚女啲嘢，咁但係咧，另外嗰邊咧就係話咧，啊冇喎、啊，你要精節嚇、啊，跟住咧你婚前唔好有性行為，但係咧而家啲人結婚又好難，跟住又識唔到女仔，跟住要同宗教，咁咪唯有去教會識咯。一個就係現世，一個就係後世，係啊，仲有 guarantee， 咁你話信邊個教啊？係嗱，咁先講一講關於72嘅處女，快啲讀出嚟啦。係讀嘅讀讀。其實《古蘭經》裏邊冇任何地方提及天上提供處女嘅實際數量嘅。啊，仲有深色眼睛嘅處女係為所有穆斯林提供嘅，唔係單單只係烈士嘅啫。咁咧，《古蘭經》裏邊冇提到乜乜乜乜嘅，其實聖訓裏邊咁嘅原文就話咧、就係個72個處女點咧，就喺個呢個聖訓嘅第四卷《真語的使者》裏邊，咁啊、提到，咁啊係俾天堂中人們的最少的獎賞嘅，最少係啦。咁另外另一篇聖訓嚟講咩咧？其實聖訓嘅注釋嚟嘅，佢就係呢個就係叫咩？第對於智人主安賴哈曼第72注釋，咁引用同一個聖訓就話咧，聽到天先知穆罕默德話，給天堂中的人們的最少獎賞係一座有80000名奴隸和72位妻子的住所，他的圓頂上會镶嵌著珍珠、碧玉同埋紅寶石。聽到啦，佢嘅跨度冇鑽石啦，冇藍寶同埋綠寶嘅，咁唔啱我咯。咁仲有他的跨度係相當於大馬士革到也門嘅距離嘅，大到咁嘅，哇！即係成個阿拉伯俾曬你。係啊，另外仲有啲好精彩嘅咩咧？有個穆斯林嘅神學家咧，叫阿格沙尼咧。就曾經講過，大家都承認天堂中肉肉的愉悅。啊，呢個愉悅咧就點咧？就係每一次我哋同一個天堂嘅美女瞓覺咧。等我讀。呢個太露骨啦，等我嚟。OK， 我知。OK， 大家聽住。好開心喎、啊，因為醒曬。現實生活裏面冇啊嘛，咁就讀下啦。OK， 就係、男人有用嘅啫喎。得啦，你兩個開心一下先啦，咁樣。就係呢，佢就話咧，每一次我們和一個天堂美女睡覺，我們都會發現她是處女，係每一次重點。此外，被主選中的這些人的雀雀永遠不會變軟，他們將永遠勃起，包你一路都頭暈。每次你做愛的感覺，一正式的咯，是的。每次你做愛的感覺美妙至極，絕非人間的感覺。如果你在人間體驗到這種感覺，你會昏過去，即係暈咗，絕非在人間的妻子，即係除了啊，除了在人間的妻子，對唔住，每一個被選中的人，即係穆斯林啦 ，OK， 將與70位嗱原文係70啊，我唔知有冇加咗兩個啊，天堂美女結婚，而他們的 XX 全都美妙極了。咩 XX 咪就 Vagina 咯，係係，即係。系啦，冇錯，好仔細啊，好仔細，係係讀咗。哇，簡直正到真係，所以你問我真係我比較中意穆斯林嘅天堂。得。不過後來咧，去研究藏傳佛教咁啊，我又揚棄咗呢個啦。係，因為更有更正嘅版本。傻豬嚟嘅，我話俾你，理解錯啦，你睇過已經知啦。但亦都又係講翻個問題啦，又係嗰個點解咁有吸引咧？唔係淨係話佢講呢樣嘢，而好過癮嘅一樣嘢啟發咗咧，就係有好多後來嘅哈里法啊、啲蘇丹啊，就企圖將個天堂嘅形象喺人間度建立出嚟，呢樣先過癮。好好用，亦都即係深敲對人類文明嘅一大貢獻咧。就是哈林，是個哈林啊，個哈拉，係喎，即係後宮。個人飲出邊啲就係話阿拉伯式嘅後宮，好阿拉伯式後宮，同埋就係嗰個庭院嘅設計啊，我要形容下，真傳嘅設計啊，係啊，咁變咗其實喺文即係對人類嘅所謂生物質文明嚟講咧嚇。都不能夠話咁好講嘢，係好實際。你而家走去伊斯坦堡個皇宮啊嘛，同埋去西班牙嗰個叫咩嗰、那個
叫咩宮啊？因為其實外國嘅。Saville 嗰個。格蘭納達嗰個。哦，格蘭納達，格蘭納達，係係。你翻到裏邊，係啦，即係佢個版本嘅天堂。哇！個編圖真係真係好靚，好靚噶。啊，啲棕櫚樹啊，大家聽住。花而為啊。然後啲女人咧，坐企曬都有格仔，啲窗後邊偷窺外邊。你外邊睇唔到個裏邊嘅喎。你一就知道有人喺度。你咧入到裡面咧，首先間房就好大嘅，就好多張嗰啲貴妃椅咁樣樣咧，即係側挨嘅，瞓曬喺度嘅，好 hea 嘅，好 hea 嘅。咁咧，好似啲貓咁，而家攤曬喺度。係啦，中間就有個好似噴泉咁嘅嘢。咁咧，無數嗰個女仔咧，佢哋又著住嗰啲雪紡啊、絲啊，仲若隱若現，冇戴 bra 嘅。OK， 咁跟住咧就好多珠寶啊，跟住咧學你話齋就嗰啲咁細窿窗咧，又有啲就好似有玻璃彩色玻璃咁樣嘅。玻璃係啦，跟住咧真係雙曬寶石，即係將天。天堂燒好似話齋，係啦，地面咯，冇錯。咁所以打生打死都為。點解佢價值同埋個宣傳價值咁高就咁解咧？明唔明啊？即係我即使話你點想像都好啦，但係起碼就係對人類嘅物質文明嘅大貢獻。係啊，我話俾你聽，Playboy Mansion 都冇得同佢比。冇錯，嗯，少咗嗰種詩情懷。我而家唯一有一個未去嗰邊咧，就係印度啊，嗰個叫咩啊？蒙兀兒帝國個紅宮。哦，紅堡。聽講嗰度係最。複雜最美麗最誇張，好多回廊喺度噶嘛，係啊，係啊，嗰度個山頂起噶，咁就將即係，因為你去到印度，加埋印度本地啲建築歷史咧，你嗰淨係阿拉伯時好低版噶嘛，咁又佢又溝埋印度，即係點解要溝印度咧？因為印度大家我哋叫聖經，聖經為聖，係最早係印度啊嘛，所以你睇印度啲印度教廟裏邊兩大文明嘅結合啦，係啊，即係阿拉伯文明中意嗰味嘢嘅，但係佢具體點搞法佢唔清楚。如果去到印度咧，有人唔清楚係嘛？你唔好理啦，阿拉伯。你去到荒島咩？青青河邊草嗰啲都清楚啦。唔一定，一個招式咧要。你走印度教廟裏邊或者撞牆，而家真係好遠，係。你身體柔軟，你多好多嘢做到嘅。你都撞牆佛教廟落好多乜雕像咧，係咪？你係睇到曬各種唔同招式㗎嘛？其實唔係咁啦，依一個下一集講啦。不過咧，印度嘅嗰個 Kama Sutra 咧，依個亦都係揾一集我哋可以講，都唔鹹濕嘅喎。呢個節目講啲鹹濕，唔鹹濕。我哋將啲好 Kama Sutra 好正經㗎。以前人哋啲阿媽個女嫁去第二度嘅時候咧，就喺枕頭底攝本俾佢，即係做參考書㗎，好實用㗎。哦，我屋企仲有本新嘅新版嘅，點咧就係西藏大文學家庚敦頻培出嘅《西藏玉經》，就係將收集咗13本。印度不同版本的《玉經》咧，就改編成呢本嘅。咁而家最近呢本書聽講就譯成中文，我買翻嚟，我未得閒睇。係要講啊，有機會先睇咯，係咪啊？係啊，哇！重要嘅歷史文獻嚟嘅呢啲。係啊，即係你知，事實上我覺得阿拉伯人去到印度做咗印度模，即係唔係阿拉伯？正確講係咁嘅，蒙兀兒王朝咧就個蒙古人嘅王朝，就溝咗突厥人。但就信了伊斯蘭教，跟住打仲又阿富汗打咗印度，就變成印度君主統治咗300-400年嘅，咁最後被英國佬打冧咗啦。咁佢呢個咧去到印度就哇就開心啊，真係，因為本來伊斯蘭教啲技術問題冇辦法解決嘅，咁去到印度全部解決曬，真係。人人開始練瑜伽就乜嘢體位都做到啦，咁樣係咪？唔係瑜伽都分兩隻嘅。係你想講咩瑜伽？普通瑜伽係普通瑜伽。佢都叫無上瑜伽，係另外一種。係啊，如果係咁咧 ，sorry 啊，輪到我答啲啦，係有4種嘅。如果你淨講佛學嘅瑜伽咧，有呢個四步瑜伽、行步瑜伽、無上瑜伽，同埋無上瑜伽密步嘅瑜伽。不過咧，呢個係修練嘅方式，係啦，呢個係精神層面嘅。唔係完全啊，第四個層面唔係㗎。唔係。咁咧，但係咧，依個咧，我哋平時咧去做嗰啲瑜伽咧，就係身體嘅瑜伽嚟嘅。咁身體嘅瑜伽咧，其實係屬於個八支王法咧 ，Ashtanga，OK， Ashta 咧就係八咁解 ，Ashtanga 咧就係八種正道啊，所以叫八支王法。咁就係第一個咧，大家已經做唔到嘅，就係唔做任何傷害其他生靈嘅事。嗱，依個咧比不殺生仲要嚴格嘅，因為不殺生就我唔懟冧你啫，係咪？亦都唔間接懟冧你啫，我亦都唔教唆他人懟冧你啫。
不過咧，而家講緊呢個係好難嘅，叫 Nima， 就係咧唔傷害啊，唔傷害即係咧，譬如譚博你好靚仔啊咁樣。啱啱有個聽眾話你 keep 得好好，我不嬲都唔靚仔。唔係有個聽眾話你長 keep 得你好好。我大佬靚仔好多。得唔緊要啦，咁咧話你 keep 得好好咁樣，嗱咁呢啲説話你可以講，但係如果你見到一個人，譬如咧你話六八九你好賤啊個樣咁樣樣，呢啲就唔講得啦。即使嗰個係六八九。即係梁振英咁乞人憎，你都唔能夠。喂，好難嘅真係，你唔能夠講傷害人嘅説話，包括念頭都唔得。咁你諗下，仲要咁，即係一定食齋啦。咁所以點解印度咧婆羅門咧都係食齋嘅？係啊，嚇，即係嗰啲自命上等人咧，真嘅婆羅門咧係食齋，因為佢哋一定要恪守，即係去遵守呢一個不殺生，唔係不傷害，不傷害，不傷害係啦。咁咧一路數落去咧。是去到第四五才去到瑜伽，瑜伽是令到你的身體是什麼呢？就是任運自然，即是說超你現在叫你執筆都執不到大佬，你 有什麼你是 in control 的呢？這樣你連你自己的身體，好像你跑了題了，對不起我回來了，我回來了其實我們剛才講強調什麼，就阿拉伯人呢其實是喜歡搞那樣東西，但是技術問題，技術未到位，技術未到位，結果去到印度呢就完全，你即係當時文明古國，係呢個文明古國咧，係有兩大宗教咧，係本身係專研究啲嘢嘅。第一樣係咩咧？我哋就叫印度教嘅勝力派，咁第二派咧就叫丹特羅佛教，即係藏傳佛教嘅先導者。咁呢兩樣係專研究嗰味噶嘛？哇！所以你睇嗰班阿拉伯即係信伊斯蘭教，去到印度真係發曬達，真係開心啊！開心到暈。但係咧，佢哋好衰嘅喎，為咗即係唔知咩原因咧，你出鏡，佢就將超岩寺咧，即係呢個最大嘅印度寺廟咧，就研究呢啲嘢啊嘛，咁啊成個摧毀咗佢哋。哦，咁所以呢班新版本喺度先。咁樣嗰啲僧人咧就揦住啲佛經咧就向西藏跑。咁所以咧，點解後來西藏會有咁多嘅丹特羅佛教嗰啲招數喺裏邊咧？要研究啦，而家啊，集大成啦，啊，正。咁講嚟講咧，唉、哎，人哋想留翻下一集講，你又係咁係咁風衰仔啫，好好玩嘅，點知睇嗱，勁好啊！我再讀下啲個關於啲聖訓。你想講好老骨嗰啲嘢係咪咧？仲有好多嘢。你烹飪你都中意嘅好多嘢食嘅嗰度，嗱裏邊有關古蘭經對天堂處女嘅細節描寫，你讀幾句啊？我已經諗緊想食物啊！佢諗食，我都係諗食，你就淨係諗處女，係咁講處女，你講啦，你咁中意你講啦，各有所好，各有所好。嚟嚟嚟嚟嚟！嗱，第一個咧就咩咧？就話咧，伊斯蘭嘅信士們即係都可以咩咧？得天堂中得到處女，佢哋嘅伴侶咧。都有啲眼睛好美麗、皮膚好白嘅處女，每個人都獲至少獲得兩個處女作為妻子。佢哋肌肉同骨絡都係透明嘅，睇到骨髓嘅，骨質疏鬆得好嚴重。係啦，仲有咧，天堂中有一個用中空大珍珠建造嘅艇，個艇嘅角落就係你嘅妻子們，佢哋互相不留看到對方，而係等待著信士們嘅臨行。嗯，哇，仲有啲細節係啦，係啦，嗱，仲有咩啊？對不住，我哋講翻上面嗰個好嘔心，即係唔係嘔心，好露骨嗰句咧。永恆的處女擁有誘人的陰道，而被選中入天堂者將獲得永遠勃起的陰莖。而家大家明唔明點解咁多人信伊斯蘭教？係啊，咁仲有古蘭即係獨立天堂咧。嗱，裏邊好多獨立好中意嘅句子嘅。嘅嚟，佢有一啲不經非禮的美眼睛好美麗嘅伴侶。他們會靠在分裂成行的床上，我以這些皮膚白，這個字怎麼讀？白色，白色的美目，眼睛美麗的女子做的伴侶，還有一些很白的，眼睛很美麗的妻子，好像藏在蚌殼裡面的珍珠一樣，還有一些兩乳豐潤、年齡劃一的少女，在那些樂園中有不是非禮的妻子，在他們的妻子面前，任何人和任何精靈都沒有跟他交接過。哇！這一集呢，好彩探長不在這裡，因為如果探長在這裡，他說我不喜歡大波的，這樣。即天堂一個版本他不喜歡。對，接著他就說，你看我平時看開 AV，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的嘛。是不是？如果72個台都是同一個台，都是同一個內容，其實很悶，就等於一個台。是咯，但他全部都是大眼深邃的眼睛，如果有人喜歡單眼皮，那怎麼辦呢？林憶蓮也有他的
對唔住啊，中東冇人單眼皮喎，中東冇人單眼皮喎。我知咁，但係中東全部雙眼皮喎。有一個癖好噶嘛，大佬啊，你見鬼佬？未見過啊嘛，鬼佬中意奔妹噶嘛，係咪？你開埋櫃，縮直咯，係咯。可能單眼皮啊，蒙豬啊嗰啲佢啱。係咯，咪咯，係咯。好中意我溝韓國妹，唔考慮依樣。我以前喺台灣溝韓國妹，都溝單眼皮噶。嗯、因為雙眼皮周街都是講、多啲嚟聽下。幾人其實我做過30多年應該溝韓妹噶啦。哦，係咩？韓妹有咩好啊？腳長咯。我、除咗腳長高咯。嗯，咁梗係前大後大啦，真係。有真定假噶？真噶，真噶，一般咯。阿譚博都未講戰鬥力特強。唉，因為點解咧？韓妹同日本妹最唔同，日本妹腳短蘿蔔腿，你知唔知啊？咁所以你話日本妹嗱，但係去到中東好受歡迎嗰啲，點解咧？因為中東裏面你冇啊嘛，冇單眼皮，冇蘿蔔腿，所以咪依個物以罕為貴啦，係咪？你平時食開大咁，而家突然見到啲好細嘅就好精緻，互通有無啦，都好嘅。正如你平時食開碟頭飯，但你發覺嗰啲米芝蓮三星兩星嗰啲，全部都一粒粒細細粒咁樣，同埋食泡泡咁樣，咁就係你平時唔係食嗰啲嘢噶嘛，咁樣。唉，反正唔理點好，《古蘭經》裏面其實咧嘅記載就好短嘅啫，唔多嘅。大部分越加越奇妙嘅咧，係啲聖訓啲注釋嘅。正常嘅，因為正如呢啲僭建都不停咁擴充上去嘅啦，正常呢個。你知唔知我哋中國同我哋中國啲經一樣嘅？我哋首先四書五經啦，解釋經就叫注，注咯，解釋注叫疏，跟住變咗十三經啦。咁啊叫十三經注疏咧，我係從頭到尾睇曬嘅。哇，巴閉！其實我想話咧，阿吳克儉咪話自己一日睇一本嘅。我真係想問佢係咪十三經嗰十三日睇？唔係佢，我睇到眼突。唔係佢睇《龍虎豹》嘅。之類啦，同埋呢啲咁嘅宣傳單張呢啲咧嚇，得繼續啦。單張就算㗎啦。即係你吹牛唔係咁吹啊！你咩料啊？真係開口啫。唉，讀得書多邊可能？唔係，其實喺你兩個面前，佢真係唔好話自己睇書講真啫。我哋好揀書嚟睇咁。佢最緊要葉份少，係啦。點啊？仲有咩好嘢讀份攞嚟㗎？咁講食物啦，天堂啲食物都喂好啊！天堂嘅食物裏邊係嗱，第一咧，佢裏面嘅酒咧係飲極都唔醉嘅。係冇錯。嗯，佢話咧就會有一個咧美麗嘅童子咧，喂啱我啊！喂，對唔住，講緊食物喎。係對唔住，佢話童子會跪喺度。小鮮肉係啦，小鮮肉咧就跪喺度，依個匪字嚟嘅，by the way，就會跪喺度咧，就斟定杯酒，就等呢一個信士。即係聖戰士、如是等啦嚇，就上到嚟咁樣。咁呢個酒咧就飲極都唔醉嘅。咁同埋咧就咧，醉咁又冇玩。係咯，嗬。係咯。係咯，微醺先正噶嘛。咁跟住咧就話咧，有呢個禽肉啊，即係雀鳥嘅肉啊，會自己飛。驚係啦，自己飛入你個口度咁樣，俾你食咁樣。你可唔可以想象燒熟只燒鵝？只燒鵝就會走嘅。好恐怖，我覺得。不過裏邊仲有啲好含混，即係啲好好玩嘅嘢嚟嘅喎。係講。佢《古蘭經》第二章24節咧就話：你們啲妻子好比是你們的田地，你們可以隨意耕種。哇！真係佢要豐收啊嘛。係啊，真係係咯。仲有咩咧？就係話咧，啲女權主義已經鬧呢一段啦，就話咧，男人係維護婦女嘅，因為咧真主使他們比他們更加優越，又因為佢啲男人所費嘅財產咧，所以賢淑嘅女子應該服從嘅，係借真主嘅。保佑而保守隱蔽嘅，知唔知？即係所以佢點解咁中意收埋？要咁啊？嗰啲叫罩袍啊！罩袍收埋。幾罩袍分四隻噶？佢程度唔同啊嘛，一連前面都有塊沙喺度噶嘛。唔同咧，邊四隻咧？第一隻咧就罩袍呢度打開嘅，成塊面見曬嘅。第二類咩咧？就罩到額頭唔見到，只係見到眼同埋鼻同口嘅啫。第三隻咧就得翻對眼啦，得翻對眼。咁鼻又見唔到，口又見到，額頭見唔到嘅。最恐怖第最恐怖第四隻，係乜都見唔到，直成一個紗布喺前面，封死嘅。有紗布喺度嘅。係啦。喂，你諗下依啲咯。成塊面遮曬㗎。你上機咧，即係佢揸住個 passport 過咧 ，immigration 咧，即係大佬，我點知你係咪佢先得㗎？真係睇唔到樣。嗰個年代冇飛機㗎嘛。係，但係喂，佢係好似越嚟越咩嘅，越嚟越保守嘅喎。啲咩越嚟越高級？一啲啲地方，伊朗咧就曾經有一度咧就開放得好犀利，同阿富汗完全西化嘅。但係一反轉頭反撲咧，而家變咗伊朗同阿富汗係最保守嘅。啊，我覺得仲要一定要著罩袍出街。係啦，唔著罩袍，你會塔利班即場拎佢打靶嘅。呢個就
哦，阜汉都可能仲系咁严。伊朗，伊朗就而家开咗啦，而家都冇乜大件事。而家都可以露块面啦，而家就。但系咧，有一样嘢值得讲嘅就系咧，佢并唔系禁制女性要咁样做嘅，佢系鼓励嘅。即系咧，其实咧，即系善你，即系话，哎呀，你着多件衫保护自己啊！出边男人好咸湿嘅，佢真系咁讲喎。因为咧，佢话啊，女人系靓嘅，女人咧就好诱惑嘅，咁所以为咗保护你，为你好，为咗你好咁样，咁所以咧，你就应该咧要。罩到密密實實咁樣，不過去到伊斯蘭國啊，調轉喎，你唔著罩袍出嚟即刻打靶喎。係，你已經同埋喂唔止啦，你聽呢個西洋音樂啊，包括古典音樂都可以處決你噶嘛。係冇錯。嗱，我覺得而家要值得提一樣嘢啦。嗱，我哋剩翻二十分鐘啫，就講一講原教旨主義好冇？嗯，係啦，同埋一個遜尼派同埋什葉派嘅分別啦，不如。我想大家都想聽的了，即係當我想聽先啦。其實國頭先都講過的就係、是、遜尼派就主流派，但係佢而家全世界嘅教徒數目大概80%嘅。嗯。咁什葉派咧就屬於非主流派，咁即係少數派，大概20%左右嘅啫。咁遜尼派就大部分而家全世界有30-40個，即係呢啲所謂信伊斯蘭教國家啦。咁大部分都遜尼派嘅，但係咧亦有一部分。就是、活在遜尼派做主流國家裏面的少數派十葉派，咁十葉派是主流國家，而家全世界兩個啫。第一個咧就是伊拉克，第二個就是伊朗，是人數比較多的，所以而家美國佬最驚驚咩咧？你十葉派主政咗伊拉克咧，以後就放棄美國佬，就同伊朗企埋一邊。嗱，呢個大問題，呢個係。喂，咁兩個嘅教義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一個教義呢就認為什麼人都做得這個教主啊之類的，遜尼派就是這樣的，比較開放一點的，就是平等一點的。但十葉派呢就裡面有神秘主義了，就叫十二伊瑪目的問題了。就是什麼伊瑪目呢就是怎樣繼承阿里的那十二條友，以血脈來計算了、哦、但是這第十二個呢，這十二條友不是被人毒死的人間蒸發，反正最後連屍體都找不到，特別是第十二個伊瑪目最後就人間蒸發了，屍都找不到，屍都找不到，被失蹤，說他呢將來會重返的、他重返呢就是要跟耶穌來一樣要審判大家，會復興這個十葉教派的、所以十葉派呢他的比較就好玩很多的，知唔知啊？因為佢有好多參咗好多同原始呢個伊斯蘭教唔係幾一樣，因為當時一路從麥加麥地那一路逃亡嘛，有啲向東逃亡，有啲向西逃亡嘛。咁向東逃亡呢，只係吸收咗蘇菲主義啦，吸收咗一啲即係希臘嘅文化，希臘文化啦，希臘誒吸收咗一啲叫做特別係呢個十二伊瑪目叫做。救世主重來呢樣嘢，救世主個係，冇噶，原來遜尼派冇呢啲嘢噶。嗱、好在佢後來咧就喺伊朗當權咗，咁伊朗到底都係個大帝國嚟噶嘛，所以咧好多時候咧，我哋中國咧，其實我哋中國冇所謂遜尼派、十葉派分嘅，因為我哋中國咧好好玩嘅，我哋你入嚟你就傳，我亦唔理你傳乜傳乜，反正你只要係唔食豬肉。信伊斯蘭教，我哋就當你回教徒就咁嘅。咁所以我哋好多咧喺中國嘅回民或者叫做回教徒咧，佢其實咧佢係將呢兩種嘅遜尼十葉炒埋一碟信嘅。特別有中國特色嘅伊斯蘭教咯，都唔能夠咁講，因為你經過中亞入嚟嘅時候咧，已經變咗種，一來變咗質啦，唔係話中國本身特別係咁樣嘅，佢入嚟嗰下嘢咁樣，同埋佢哋嗰個矛盾冇咁大啊嘛。即係佢唔係閃族嗰邊，即係血海深仇嗰只背景，咁所以變咗，如果正如好似阿譚博話齋，即係由於佢哋有啲神秘主義嘅觀念，一個復仇啊等即係滅世再復活嗰個概念的話咧、有時你睇起十葉教嗰、那個十葉派嗰個行為咧，有某啲節日裏邊顯示出嚟，你覺得佢特別 sad， 或者 to be fair 啦，用鞭打自己嗰、那個熱面係鞭自己背脊邊度出血，因為嗰日阿里邊。舉難嗰日，佢係紀念殉難日，殉難日，咁所以變咗佢係用自己流血咧，真係真標真出嚟嚟表示佢哋對於呢個所謂教主嘅效忠，同埋銘記呢個所謂仇恨受難日啊。咁佢哋覺得係一種即係淨化嘅概念，咁所以變咗。由於呢一啲咁嘅行為咧，佢係咪都有原罪呢個 concept 咧？佢哋唔能夠用原罪，冇原罪呢個冇嘅，冇唔同噶。咁有個淨化係淨乜嘢咧？如果係咁，世間嘅污染啊，所以佢哋話用自己流嘅血嚟
係淨化咗即係人嘅錯誤嘅。係。咁所以有啲似耶教、耶穌流血，有少少似。咁所以其實好多都分唔開。咁只不過你嗰、那個即係所謂極端程度去到邊咁解嘅啫。咁所以點解當時誒但凡呢個伊斯蘭教復興活動開始嘅時候咧，有好多人就覺得佢哋係同恐怖分子係一樣，係咁樣樣睇。咁又唔係嘅，因為佢哋喺歷史上有俾大家最大嘅印象就係、是。呢、這個十月派有個支派就叫做阿沙士，真係阿沙新派，呢個極端嘅。咁、呢個派係咩咧？就是、實行緊一啲而家叫恐怖主義嘅活動，就派殺手，就派殺手，就到處搞暗殺，甚至英國國王都幾乎殺埋。喂，你諗下喺古代要從阿拉伯巴格達附近個山頭，嗰叫阿拉木特啊。阿拉木特即係近而家伊斯蘭國啲位咯，係啦，都係喺伊朗同埋而家伊拉克啊、敍利亞邊境嘅山頭，由嗰度派個殺手行上年先行到英國去刺殺英國國王。喂，你話係咪幾黐線啊？真係好忠心嘅一個極端嘅教派，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即係古代嘅恐怖主義啦，係啊，冇錯，都係嗰度嚟嘅，係啊，全部都喺曬而家伊斯蘭國都根據地附近嚟嘅，嗯。就反而咧，正正經經麥加麥地拿聖地嗰度附近啦，冇嘅喎，冇人搞恐怖主義喎。同埋咧，穆斯林呢個字咧，佢本身嘅意思咧就係服從，係冇錯，係啦，即係信咗教就叫服從者，係啦，服從者係啦，佢哋就係好信啊，好拜啊，同埋你唔存有一絲嘅懷疑啦，同埋你唔會提出任何嘅質詢嘅，係啦。因為他們的可蘭經，即是他們古蘭經和他們的律法，他們的法律是建基於宗教，建基於教義，他叫沙利亞，沒錯了，沙利亞，所以就是你不能夠提出為什麼男女不平等，為什麼想法這麼分明而又偏頗，因為這個是神的意思，即係包括嗰、那個個律法本身嘅、存在都係為神嘅意思，即係等於耶教徒認為依、這個十戒係直接神俾摩西而摩西帶翻嚟嘅，冇人為嘅參雜嘅。不過聖經有兩個版本咯，十戒。我都明。你有冇知道啊？即係出埃及記一個版本，申命記一個版本，而家第十戒嗰度係有少分別嘅。好忙，其實研究宗教真係好忙。咁咧，任何一個宗教咧，佢都有一個姊妹宗教，或者叫兄弟宗教。咁咧，依、這個佛教嘅姊妹兄弟宗教咧，就係印度教。係啦，印度教嘅前身就係婆羅門教啦。咁咧，以一個猶太教同耶教咧，就係兄弟姊妹宗教啦。咁你哋會覺得依個回教即係伊斯蘭教嘅兄弟姊妹宗教係邊個咧？咁梗係基督教啦，仲使講？因為呢兩教好明顯都係繼承猶太教嚟㗎嘛，啊啊、但係點解佢而家咁追擊翻自己嘅姊妹兄弟宗教？因為大家信一神啊嘛，有你冇我啊嘛，你哋黑社會都係咁㗎，大佬斬二佬，二佬斬大佬，一我斬冧你，你威脅我位，我梗係斬死你啦。咁我而家想做大佬啊，係咪？我梗係斬翻你大佬，我先做咗大佬㗎嘛。咁即係佢最緊要有佢叫做。單一性的追求排他的嘛，你一神教你避免不到這件事排他，那你何時見佛教由中國和道教打上來都沒有的，你信你我最近的時候是唐朝咯，但是唐朝都是沒有打交的，即是沒有戰爭的，政治問題，是政治問題的，佛教道教其實當時佛教道教是拗得很厲害，拗什麼神滅論的，逃來逃去是把口噏的，未曾打過的，宗教宗教戰爭在中國的現行領土上面唯一出現過一次，就是剛才我跟你講公元九百年唐朝冧了、然後西域沒人理，跟住咧就回教打佛教，佛教打回教，結果打到最後回教贏了，佛教徒咧一係就遷入關內去就甘肅，一係就走上西藏去跟吐蕃王國，青海啊西藏啊，係啊，所以即係我哋中國成我成日強調就係、中國。人嗰啲宗教其實咩教就似我哋嘅雜貨店，即係你中意，而家乜都擺得曬。仲有佢中國仲有特色係咩咧？呢啲係西方宗教冇出現嘅，佢嘅小説裏邊啲人物變咗宗教得嘅喎。係啊，係啊，好神奇啊！每啲人物嘅咁嗱，你話馬賣馬祖，起碼都有叫林默良嘅人喺、微州島出世，咁有啲神跡變咗係嘛？
拍佢唔使喎，有本叫吳承恩寫本《西遊記》咧，咁我哋有三個可以拜啦，一就孫悟空啦，二就豬八戒啦，三就係邊個啊？唐三藏啦，係咪？有冇好奇怪冇人拜沙僧喎？有冇人拜嗰只神馬嗰只馬？咁你關二哥都係咁嚟嘅啫，都係本小説嚟嘅。但問題關二哥係咪你人品啊？真係，但講唔出啲咩神跡喎，大佬。喂，有得解嘅，有得解。依個反而有得解，就係咧關二哥咧，關雲長咧，傳說咧就係佢死咗之後咧，佢甩咗個頭噶嘛。冇錯。佢死咗之後咧，咁佢就一路咧就喺個竹林裡面。咁咧就咧喺度嗌咗一千幾百年咁樣，叫還我頭來，冇錯啦，還我頭來。咁有一日咧，有一個高僧，據聞咧好似係禪宗嘅高僧嚟嘅，就經過嗰個竹林咧，跟住聽到邊春講到嗌生曬咁樣，嘈豬巴閉，係咁還我頭來咁一路嗌，不停咁嗌。跟住因為佢有神通啊嘛，係咪？你修行到咁上下，你有神通顯現啦。咁我一望咧就咦咁熟面口嘅條友咁樣。啊！原來就是一個關羽，佢就由三國咧就嗌到嗰陣時好似宋朝嘅嚟嘅，因為嗌咗好耐啦。咁咧，但係你知鬼係冇 concept 嘅，鬼係冇時間嘅概念。By the way，OK，跟住佢就問，係啦，就不停咁 loop 啦嚇，幾好沉氣咁樣。跟住阿禪師就望住阿關羽就話：，喂，其實咧你要人哋俾翻個頭你係咪？佢話係咁樣。咁你俾唔俾得翻啲頭人哋先咁樣？佢仲有個住咩顏良文丑。啊！因為你見佢過五關斬六將，咪斬個顏良文頭頭嘅，咁點解能俾翻顏良文頭出嚟？係啦，你俾翻啲頭人哋先啦，咁樣。跟住佢話：咦，係喎，人哋俾翻個頭我，我要俾翻咁多個頭人哋，我咪蝕著咁樣。咁咧，佢嗰下就噔就明咗啦。以前啲人，以前啲人幾有慧化佢啦，係撚化，幾容易撚化。以前啲人，而家啲人咧就冥頑不靈，點解咧？因為入咗一個末法時代嘅，知唔知道嚇？因為咧正法一千年，象法又一千年。而家末法，而家已經末法時代啦。末法時代咧就係災難頻生，同埋咧就依個禮儀廉恥就差唔多。即禮儀廉就冇咗嗰個。係，但係會越嚟越冇嘅，乜都冇曬咁樣。哇！咁而家咪計條數先嗱佛祖啊，滅道就公元前五百年到啦，一千年即係公元五百年啦，二五六係咪？咁跟一五零零年即係啱啱歐洲興起，哇！即係歐洲興起末法時代喎，即係一五零零年到二五零零年之間咧，都幾危險喎真係。其實咧，公元一至六世紀咧，就依個世界文明咧，嗱真係解釋唔到嘅。即係如果有人可以睇翻嗰陣時嘅天文咧，就可能有啲異象嘅。就係公元一至六世紀咧，就係有一堆嘅偉人出世嘅，孔子啦，之前嘅老子啦，又係嗰個時候啦。OK，公元前，依家公元前六世紀，係啊，公元前六世紀，係叫叔柳時代，我哋叫做一至六世紀。嗰陣時咧，老子、孔子喺中國嚇，同埋諸子百家嗰啲，大家都噏出名嗰啲啦，已經。跟住西方咧就有一蘇格拉底啦、柏拉圖啦、冇曬啦、亞里士多德啦、嗰堆啦、嗰堆好嘢啦。印度咧？印度就有釋迦牟尼佛啦，仲有大雄啦，耆那教嗰個咧，唔同時代佢哋。OK， 好啦。咁但係咧之後咧就冇再出現如此光輝嘅歲月啦，咁樣係啦。咁點解講咁遠嘅？啊，係末法時代，跟住翻翻轉頭，係啊。咁咧，而家咧就因為咁樣樣，咁咧，所以咧，關公咧就被收為護法，因為歸依咗。佢嗰刻叮完之後咧，咁佢咪歸依咯。即係唔屬於道家嘅，跟住係佛家嘅。佛家嘅，佛家係啦，歸依我佛咁樣樣。咁咧，佢就唸咗三次歸依文，剪咗一小隻貓貓咁樣，咁佢就成為咗一個佛教嘅迦南菩薩啦。係 ，OK， 明唔明白？呢個係中國嘅傳說，呢個係中國嘅傳說，係啦。即係修編咗個小説人物，就做一個真人嚟嘅，係啊，小説人物。咁跟住另外仲有啊，孫悟空啊，孫悟空亦都值得講嘅。孫悟空咧，其實經過我唔記得咗邊個考證過咧，我啲記性真係有限都好緊要。就係其實係來自印度嘅哈魯曼。冇錯啦，就是 Ramayana 裏面即係神猴。係啦，印度有兩大史詩，嗯，一個叫 Mahabharata，嗯，摩婆羅多，嗯，第二大史詩叫《羅摩行傳》，嗯，《羅摩行傳》嘅主角就哈特曼啦，就是神猴嚟嘅。咁中孫悟空咧，其實係個原型就來自嗰度嘅。因為點解咧？咁你考古翻咧，你會知道咧，因為嗰陣時唐朝咧，同天竺咧就有往來甚密嘅。係啊，咁咧就派咗好多僧侶過去，包括唐三藏，係啦，同埋鸠摩罗什啊，就過去咧就譯經。鸠摩罗就早好多啊！對唔住，鸠摩罗魏晉南北朝。唉，對唔住，係啦。咁咧就過去咧搬好多佛經啊，同埋當時咧印度好文明嘅嘢過嚟嘅。
咁咧，其中一個咧就係、是、依、這個。这個孫悟空的原型呢、就是一個很出名的哈魯曼。哈魯曼是的，哈魯曼。咁傳說中咧亦有相嘅，就係話咧，而家美國總統咧，这個奧巴馬咧、就隨身攜帶住咧就是、哈魯曼，因為哈魯曼是咩咧？就是一個勇氣的象徵嚟嘅，係啦。我仲以為係似佢樣添啫，自己挑出嚟嘅。咁啊，真係兩個樣好似喎，哈魯曼。哈魯曼樣好似奧巴馬喎、可能佢精靈咁嘅嘢，可能佢係奧巴馬就係佢轉世嚟嘅。咁咧係印度人咧，信印度教嘅人咧都會同哈魯曼有啲關係嘅、因為點解啊？嗱，中國人咧就哇頂又犯太歲，我舊年先犯完，我今年又犯嘅咁樣、其實咧得四個生肖係會咁嘅啫。拜到會大家有一個迷信喺度睇一睇、就係咧子丑同埋咧午未。即是鼠牛馬羊這 四個生肖先會連續兩年犯太歲，其他是不會的、但是中國人犯太歲的概念呢其實是來自印度的，就是來自這個呢就是木星的、死了，火星還是木星？ Mars 火星是的，因為這個火星也都跟木星有關，其實兩個木星是 Jupiter， 是的，就是他們入命呢，跟住你就會黑到爆廠㗎啦咁樣。咁但係咧有一個破解方法，其實有好多破解方法嘅。第一個好簡單的破解方法咧，就係關呢個哈魯曼事啦。因為咧，你頭先提及嗰兩部史詩，係啦，出處嗰度咧就係因為咧依個阿修羅啊，阿修羅係啦，阿修羅專抽嘅，專揾天人抽嘅。嗱，印度教裏面嘅神仙，包括道教裏面嘅神仙咧，喺佛教嘅概念裏面咧，佢哋都係天人啊嘛。天人。係啦，咁但係天人咧，佢雖然咧日日就喺度走馳玉林喺度玩啊 ，happy 之外咧，佢哋好慘，就係好慘啊！慘咩咧？就係因為咧啲阿修羅好中意揾佢抽。係。咁咧阿修羅日日揾佢抽咧，咁佢哋其實唔好夠抽嘅。因為點解咧？佢哋疏於練習啊！你知唔知啊？佢哋掛住玩啊嘛。咁就阿修羅唔係阿修羅，係回教徒嚟噶嘛，佢哋好中意抽噶嘛，咁咧唔夠抽，但係咧中間我跳咗幾個 step 啦，唔解釋點解後來佢哋贏到啦，因為有一次機會，我哋講印度教嘅時候先講啦。簡單啲講就係咧，阿修羅就綁架咗日月星辰諸君。日月星辰諸君喺中國嘅道教裡面都有嘅，依、這個拜斗啊，禮星拜斗咧。就其實咧就係講呢啲星星，拜星星，拜星星嘅。OK， 咁咧嗰時咧就話咧，因為阿修羅咧就綁架咗呢扎星星，係啦，日月同埋金木水火土同埋羅喉計都全部綁曬，咁得一個人咧係十全武功嘅，即係佢冇任何嘅瑕疵，佢又唔鹹濕啦，跟住咧你又冇武器可以刺傷佢，冇毒藥可以毒死佢，火又燒佢唔到，總之水又淹佢唔死，總之無敵嘅呢個人 ，OK， 就係呢個哈魯曼，係啦，哈魯曼咧就入咗去敵方陣地，擁救呢七粒星出嚟，計九粒星出嚟，咁咧。而呢九粒星裏面咧有啲好衰嘅星嘅嘛，有一粒咧 Saturn 中意叫咩？土星，土星係啦。土星咧就係咧，土星嘅入命咧，或者啲行到土星嘅運咧，黑到唔恨嘅。咁咧嗰陣時，哈魯曼想救佢嘅時候，諗下，因為你個人咁衰，我唔救你啦，救親你，你個個都俾災難人嘅咁樣。個土星就話：你救我啦，我好慘啊，你唔救我死硬嘅，最多我應承以後邊個只要供奉你嘅咧，我都唔害佢啦咁樣。咁所以咧，印度教裡面任何人咧遇到嗰啲黑仔年份咧，係同星宿有關嘅咧，都會揾哈魯曼。因為只要哈魯曼一出現咧，嗰啲星 suppose 就唔敢作惡啦，咁樣就等於中國人犯太歲咧，會去太歲廟攝太歲一樣，就係咁啦。所以奧巴馬即係個黑仔老鼻，係啦，所以佢揾個護法，冇錯，成日俾人遮住。點解我個醫保咁難過？點解我依個槍械管制又咁冇人支持我咁啊？但係美國本土都好多人謠傳佢話穆斯林啊嘛，係咩？卧底應該係講佢老豆穆斯林啊，老豆肯定係啦，係東非穆斯林，呢個正常啦，佢肯亞人嚟咁。咁但係佢出世之後，個老豆已經放曬個老母飛機，跟住咧個老母咧，其實佢最大穆斯林嫌疑喺邊度咧？佢老母同嘅後父咧，係去，因為個老母人類學家嚟嘅，就去咗印尼，娶咗嫁咗印尼人，就喺雅耶加達住咗幾年嘅。
咁啲人謠傳就話嗰耶加達咧就已經入咗教，入咗穆斯林教，所以佢中間個名咧就叫做奧薩馬，奧薩馬就同拉登一樣。係啊，嗰次總統就職。差啲就係甩碌就係呢下嘢啊嘛，中間嗰個名講定唔講？係啊，Barack Obama， 仲有 Hussein 啊，係啊，仲有 Hussein 啊，Hussein Bin Laden 啊，Bin Laden 添，係係啦，奧巴馬係啊，有 Hussein 同埋有個咁，所以變咗點解話伊斯蘭到今時今日到咗好 taboo 啫，好敏感嘅字就咁解，一的而且確你兩教即係幾千年嚟都 settle 唔到嘅。你問我佢，同埋香港嗰班繼續打落去喎，真係。香港嗰扎和理非咧，同埋博愛自由民主嗰扎咧，就唔啱佢哋嘅，因為人哋真係好勇武噶嘛，同埋人哋個教義就係提倡勇武噶嘛，咁樣。而且有個咁嘅天堂等住你喎，你都勇武啦，係嘛？嗱，我哋剩翻我哋剩翻6秒，咁咧我哋咧就預告咧，我哋下一個節目就係禮拜三晚11點，係啦。蕭公子啦，我啦，同埋楊漢群嘅呢個決戰中環都係11點鐘嘅，到時見，拜拜。